他可有伤到你？没事。是你？竟敢同本君动手，如今可再没人护着你了。龙君，后池乃我挚友，今日我必须将他平安带出，还请龙君高抬贵手。后池，古君之女，天界第四位上神。哦，与仇人为友，你倒是令我刮目相看。二弟，你怎么和这妖女在一块儿？从此我天宫和青池宫势不两立。大哥，慎言。景剑，这就是你说的天宫机密吗？让开。夫人，我们来此地救我大哥，是因为青木需要用我大哥的命来做他与景昭解除婚约的筹码。你若杀了他，青木便不能退婚，那后池该怎么办？夫人，你与景阳的杀亲之仇，青木真的不知道。青木对你有愧，若你今天要报杀亲之仇，青木绝不阻拦。混账青木，我天宫待你不薄，你竟吃里扒外向着妖女。小丫头，别忘了，当年那棵老树妖可是被这景阳给活活烧死的。难道你忘了杀亲之仇成了天宫的鹰犬了？绝无可能。好，只要你帮本君灭了这些仙族，本君保证让你亲手将景阳剥皮抽筋，元神尽碎。后池，别让凤染一错再错。凤染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总有一日，杀亲之仇我会亲手了结，但今日后池我必须带走。不知死活，今日本君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待本君吞了你们，助本君进神。老天爷此刻让我渡劫，你是真不长眼。趁现在我们快走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等他进神成功，我们谁都逃不出去。三圣火龙一旦进神成功，渊灵沼泽、百里仙门必将毁于一旦。后池说的对，以他的秉性定会屠杀肆虐，怕是天帝天后也难以取他性命。后池，难道你想阻止他进神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夫人，待后池先走，我去助他。你还是别去了，你那点灵力帮不了他们。
禁神失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凤然，你在这里长大，有没有别的暂避之处？确实有个地方连三首火龙都不敢去，跟我走。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。夫人，这是灭世之地吗？什么灭世之地？相传六万年前，妖神天启下界布下灭世阵法，他欲吞噬三界，成为混沌主神。后来白绝真神率众神下界杀了他，才避免这场浩劫。没错，这是妖神灭世的地方。我在渊灵沼泽长大，无论是仙妖都不敢踏进这个地方，连三首火龙都不敢。这迷雾里有真神威压，我们待下去也是死，还是出去吧。要去你去，三首火龙就在门口等着你去送死。别慌，也许我有办法。来之前，东华圣君便说过，你的真身神器可应对阵法的余威，没想到竟然应在这儿了。哼，什么灭世之地，不就是个坏了的祭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还不是被我仙族上君轻易拿下。哼，刚刚也不知道是谁吓得没有脑子，说要出去送死，怎么现在不去了？你大哥，你少说两句。二弟，这妖女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你就这么护着她？凤然，我二弟是九天之上的皇子，将来的凤族之主，你一个渊灵沼泽的妖物，你连给他做侍女都不配，死了缠着我二弟的心吧。大哥，凤然，我大哥他受伤了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好一个九天皇子，凤族之主，我早就该想到你和景阳没有什么区别，今日我不杀他是看在后池和青木的面子上，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杀了他，你要是再敢拦着我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二弟，三界有多少好女子，你偏偏就……大哥别说了。好，若有一日凤染真来取我性命，你当如何？若真有那一日，我定将用我的性命解你二人之冤。景阳所过，终究是害了景剑。他和凤然，怕是难有结果了。景剑对凤然，他对凤然很是不同。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化解这场恩怨？杀亲之仇，恐怕很难解。我了解凤然的性子，他认定的事，死都不会改变的。青木，今日我们亏欠了凤然，